马上呢就要邀请到呢我们品牌的总监的 Michelle 来到现场，掌声有请 Michelle。 哇，超年轻的总监，哇，漂亮总监，来你好。那我们请 Michelle 呢右边的定位，等一下呢我们请乔乔跟总监，我们的左右两边，在主持人倒数三二一之后呢，我们就正式揭幕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有请两位准备今天的上市揭幕，三二一，请揭幕！恭喜木槿花幸福草本时尚暖冬卫生棉正式上市，同时请媒体嘉宾我们捕捉画面。心心相印，好不好？我们代表呢乔乔跟我们木槿花呢合作成功，同时呢也象征木槿花的暖冬卫生棉幸福上市。请在场的媒体嘉宾为我们捕捉画面，也请为我们广为宣传，谢谢。